真空之妙，空而不空，空中妙有。妙有者，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之大本也。妙有者，万灵真在也，不在地人万物万类之真主宰，亦即是主宰我之一身。故曰道在无身，一切万能。道离无身，此身百无一能。先天大道如此宝贵，乃人人必须追求之道也。三求道是求什么？静心观察我们所存在的宇宙，我们往往会造物的奇。自然界每一刻皆有无数的事物在。